以下呢個視頻係關於我喺4月21號昂倫生活一個簡單記錄。咁有人可能會問：你4月21號嘅視頻點解依家先同我剪出嚟啊？唉，我都唔想噶。咁到底4月21號係一個咩日子，令到我要喺自己嘅視頻入面親自出鏡呢？雖然話出唔出鏡都好，都係冇人睇我視頻噶啦。你睇下咪知咯。Hello， 大家好。咁啊，以前有睇过视频嘅朋友可能都清楚啊。咁今次梗系我第二次喺自己嘅视频入边出镜啦。咁啊，虽然话我出唔出镜，嗰啲视频都冇人睇噶啦，所以都改变唔到啲乜嘢。咁4月21號到底系一个咩咁重要嘅日子呢？喺嗰一日之前，由三个函数一周年开始，到3月16號呢。大概兩個月的時間，我是沒有回過中泰看任何一場的公演。當中也都發生了很多事情，現在工作上的安排呢就可以允許我偶時來劇場看看公演樣。其實講到偶時或者隨緣這家子事，由我3月16日第一次回到劇場到4月21日這一段時間，其實都隔了整個月。咁由4月21號嗰一日之後，自己亦都算係即係做到咗得閒就去睇下公演咁樣嘅狀態。其實亦都唔係話為咗啲咩嘅，咁即係既然離屋企近，咁又得閒，亦都中意去劇場睇下公演，參加活動。同人哋吹下水咁樣，既然中意，咁咪多啲去睇下咯。咁其實4月1嗰一日咧，我除咗睇公演之外，我晏晝仲去咗接車，咁接嘅就係幾位喺長沙外務翻嚟嘅成員。關於即係接送車啊，同埋接送機嘅問題咧，我之前即係無論係房間留言又好，定係握手會上面都好，即係都應承過嘅。同成員即係做過口頭嘅一啲承諾，但係咧，即係亦都因為自己個人一啲原因，或者真係工作上邊嘅安排，咁就最終都即係冇辦法做得到。咁嗰日去接呢個車嘅話，咁其實亦都算係完成咗自己一個即係一直想去做嘅一件事。畢竟就即係講咗咁多次啦，亦都唔想一直放人哋飛機噶。咁接車嘅實況到底係點樣呢？麻煩去片啦。有空去东站那边看一下他们表演。OK。跑到东站啊？对呀，对。没问题吧？啊？嗯？你是做什么的？我只是做广告的。我只是粉丝啊。你是粉丝啊？只是粉丝啊，对。采访一下。啊？采访一下。不能的，这个。啊？不能采访。你们现在人多了。我在长沙的。快点
总的来讲，其实是非常之平常的一天，也都算是第一次用这个新买的云台相机来拍摄一个接送车的视频。咁就當然係比之前用手機嚟影嘅話，效果好好多嘅。咁啊，亦都因為有啲配件啊未買齊，咁其實影起身就唔係話好順手。至於公演嘅話，當日公演都係一場非常之普通嘅公演啦，冇乜特別嘅事情發生。睇完公演之後，自然都係即係日常啦，送車，跟住收工翻屋企。其实今年已经入坑第二年啦，咁啊，作为一个小粉丝嚟讲，即系本身既唔识既唔识摄影，亦都唔识 P 图，唔识写诗啊，即系基本上乜都唔识咁样行到入嚟，咁好多嘢咧，亦都系自己慢慢咁样去摸索啊，去学习。其实咧即系经济能力有限啦，咁亦都冇办法话要投爆啊，或者俾到自己中意嘅嗰个咁多位偶像，即系好大嘅一个帮助。虽然我唔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粉丝嘅寿命到底仲有几长啦，但都希望喺呢段有限嘅时间入边，一嚟自己可以好好地咁生活，二嚟喺從成員的身上獲得能量的同時，也都希望自己可以盡能力去繼續支持他們，也都希望呢即現在一直這麼優秀的成員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面也都可以繼續這麼優秀，繼續在舞台上面發光發亮。下一個日子我們一起走花路。Goodbye.